这不是回我家的路啊，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去医院呀。王一梅，我跟你说了我要回家，一杯热水的事儿你带我去什么医院啊？我命令你现在立刻马上送我回家。对不起江总，人命关天，您就算是要开除我也得到了医院再办离职手续。去，我要回家，我怕你。去，缇娜，缇娜，去哪儿啊？我要回家。地址发了，我现在过来。赶快给病人量下血压。清楚了。医生说他是慢性胃溃疡，晚上又只吃了沙拉，喝了好久。是啊，医生说幸亏你送他来的及时，要不然就麻烦了。您穿成这样，赶紧走吧，我在这就行了。干嘛？报销。Tina个人的部分，等他醒过来要；需要公司支付的部分，取走财务报销流程。我没钱，我怎么回家呀？你看我像带了钱包的吗？你们主管是不是有点过分啊？你这算加班吧？啊，他就不能借你个打车钱？大晚上非得折腾我一趟？他说他没带。行，我信了。魔法公司就是不一样啊，加班穿的跟走红毯似的。嗯。又是个惜字如金。你好，藤先生的酒。你不是要找藤先生吗？跟我来吧。我倒是觉得很有意思，你的助理很聪明，也很大胆。Je suis ravi de vous connaître. Merci d'accepter de nous rencontrer. 我应该要他电话就好了。有人啊？我有他电话，有电话有什么用啊？哥，你又谈恋爱了？妈给我介绍一个女博士。我不考研，妈就要给你介绍个博士，是非要把咱家的平均学历拉到硕士啊？感觉人家是没看上我，短信聊几天了，我是热情洋溢。但是他回的字数加一起都不够一首五言绝句的。那见面聊啊。这不知道怎么约见面啊。手机。啊。别乱发啊，说那些有的没的。说的，我就说了见面，他说行，问哪天，我说你明天休息，去吧啊，这么简单啊？啊，神了，嗯，请你吃饭，随便点啊，哥，嗯，渴了，想喝什么？现在就去买。
不好意思，我们啊，好。刚才听你们说你们承办了今年的中考交流季，是啊。那我们是不是以后可以有机会合作？啊，黄一梅，快走快走，送我回家啊！哎，老师，我是黄振华，稍等我一下。啊，好好。小何吧，啊，我是黄振华。啊，你好，我是白小何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这研究的什么课题啊？哦，我研究的是脱氧血红蛋白的合成，并探究其与血红蛋白对不同波长的光束差别吸收的作用机制。你说了这么多话，还行，我能听懂俩字儿，蛋白。但一说到蛋白，有点饿了，要不咱们俩一块去吃个午饭吧？你想吃什么呀？食堂吧。好啊。那我去换个衣服。好好，你换。喜欢吃什么？有什么忌口吗？啊，没有，随便。有些女孩不爱吃肥肉，有些不吃葱姜蒜的。我不挑食，都行。那我随便点了啊。好。来个炸小酥肉，金汤酸菜鱼，腰果芹菜炒虾仁，哎，再来个土豆牛肉，再来个。别点太多了，我们俩吃不完，到时候浪费了。再来个青菜。啊，行。啊，再来个青菜，然后米饭。米饭行吗？好啊，去那边吧。嗯，好，坐那儿吧。啊，行啊，好。哎，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都是油。
啊，没事儿，这本来就是旧的。这挺贵的东西，得珍惜点儿。东西就是拿来用的，在意的太多了，人不就成了东西的奴隶了吗？有道理，我小气了，是我小气了。我带你来吃食堂，你不介意吧？我下午还得去做实验，所以比较赶时间。不介意，这食堂我常来，跟家似的，亲切啊。那就行。啊，来，你尝尝这个牛肉。谢谢。哎，不客气。嗯。